刚刚到了，我不知道忘记了哪一个站。我现在要去吃早餐，希望会好吃。也是这个很麻烦哦。新加坡人，拜托留言告诉我，我有没有那个这边有没有 locker 吗？来到新加坡了，路很漂亮，路很干净。我上次来过这里耶，那边那个建造物那个蛮好玩的，蛮好逛的。这边应该有一个动物，再到处都有。现在要去那个 Arab Street， 在那边的那个早餐店吃早餐。Oh my god, Singapore is so hot. Oh my god, still like 8 a.m. in the morning. Oh my god, I'm already sweating. Oh my god, too hot. Like, too like humid. 不行，新加坡太热了。新加坡的那个怎么讲，太湿，很湿。新加坡也有那个像澳洲一样的那个啊。对了，新加坡的那个 Seven 蛮好吃耶，虽然很贵。哎，这个新加坡的 Seven 很贵，到底，但是比澳洲比起来的话还好。但是澳洲的 Seven 真的没有买什么。怎么讲，那个想要买的东西都没有。但是那个亚洲的那个 Seven 很好，真的很好吃。快到了，你看那个超漂亮哎。然后这边也有那个。你等一下，早餐店在哪里？我以为这边就有那个很多早餐店，结果没有哎。这边的那个建造物超漂亮的，我先逛逛一下这边。Actually, I've been here before, like last time, but I didn't take a video, so.Like I'm gonna do it again. 今天肚子太超饿，我想吃东西。我疲れた，太累了。嗨，帅哥。感觉有了那边。有些咖啡。刚刚问店员，那个这边的距离最那个 popular 的，然后店员跟我说这个忘记了名字 ，The Long John，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是4块新币，那我就去看哦，大概80台币左右吧。え、これ結構美味しい。でも今のどかれてるからさ、これめっちゃ辛いね。結構ピリピリする。やばい。这个汤真的很好喝。我以为这个是ラディッシュ，没有，结果没有，ラディッシュ不是ラディッシュ。像那个もち。但是没有那个モチなまなんか甜。かさ、こんな真っ白なティッシュさ飛んだら終わりやんな、これ。絶対取れへん。じゃあ、越吃越辣。这
全没有观光客耶，现在的时间的话，吃完早餐了，到底要去哪里？这边看起来很那个新加坡的感觉。我要喝饮料了，刚刚的超了。马来传统文化馆 Malay Heritage Center 是在哪里？我想去看看。这边有很多早餐店，看起来是那个中式的。这家是有名的吗？我应该上次有喝过，应该忘记了。暑すぎる。真的新加坡太热了，我已经没动力了。先休息一下。然后昨天的那个在飞机上，我没办法睡觉。拜拜，你好，再见。暑すぎてもうズボンびしょびしょやって。ハバナスでちゃうわほんまに。暑すぎやほんまに。これいいわ。日差し防げる。这个太好了吧？因为太阳太大的太强，怎么讲？太嗯？算了算了。哦。感觉看到找到了那个是台式的吗？我不知道耶，新加坡有些喝的在哪 Golden Mile， 我去看看。虽然我刚刚吃早餐了，看一下。哦，原来如此，有三层，有三楼诶。我弟弟是男的，我男的。这三组家的东西，好吃吃的。可能米罗那包的美丽冰看起来好好喝哦。这漂亮的。我要美丽冰。带走。嗯，带走。你要大的小的？嗯，小的。一块五毛。好。谢谢美丽冰，我买到了小杯，1.5新币，大概40台币左右吧。是那个新加坡的那个明星吗？哎，现在越来越。完蛋了！哎，等一下，新加坡真的太远，等一下，不要给我出现好不好？太热了。格拉玛丽的美妆店了。哎，你看，台湾的巴士，好可爱。新加坡也有的时候，等一下要去看看。有 Uniqlo 哎，好舒服，
里面很凉快。啊，有密克夏哎，等下一定要买。从十一点开始，现在还十一点，完蛋了，好久没有喝密克夏哦。等下茶汤会也有，好久没有看到茶汤会。等一下，有点贵哦。真的有点贵耶。那我不要了。这光多多吧，可能超爱了。这个太可爱了吧。什么像那个蜜露吗？哦，这个很好喝。也有卖日本的东西，比澳洲便宜一点。我已经买了，但新加坡居然买得到耶，而且价格没有那么过期，这个蛮便宜的吧。等一下，从日本进口的超贵，要去看看泡面的部分。这个油饭五个只要一块耶，这个叫什么咖喱味即食面，看起来不错耶。然后呢，别的口味呢？这个我不懂，什么东西？东引宫味即食面，不知道这个那个泰式的那种吗？还有一个鸡茸味即食面是什么？先不要，这个在澳洲也看得买得到耶。这是哪一个国家的？是新加坡的吗？看起来那个印尼还是马来西亚的那个那种。这个也蛮便宜，2.4新币。何この味？香料薄片。清新黄瓜味，哇，黄瓜味耶，我不要，是蛮便宜的，很美味しいやつ，7ドルぐらい，这个很好吃。卵はそんなに高くないかな、何個入りこれ？10個入りで300円ぐらい、今のレートやったら。オーストラリアのより安い、だいたい2ドルぐらい、セールやけど。25円の水もある。水はあれやね、あのセブンイレブンとかで買えへんかったら結構安くで買えるっぽい。買っとこうとか。我要买这个。新加坡居然也有摩斯汉堡耶，太漂亮了吧！我只吐司啦，我忘记了发音怎么念。这个 shopping mall 很好看耶，在哪里？找不到我，终于见到我了。你好。我的话，关机哇。关机叫，你发音很标准哎。真的。你知道别的那个日文吗？关机叫，不知道那个。还有。还有，早安。然后谢谢，你知道吗？什么？
是什么？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嗯。很可爱耶，你的国音好可爱。应该要学日文。日文。那你要教我日文。You need to teach me Japanese. 好好。